第十八题问，相会比物体小的位置是哪一些？我们知道我们在凸透镜的两倍焦距外成为是一个缩小导力实像，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成为了是一个放大导力实像，在焦点内层是一个放大的振力虚像，所以我们在两倍焦距内的通通都是放大像，只有两倍焦距外呢是缩小像，所以这只有一个甲是在两倍焦距外。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相会比物体小的位置是哪一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甲。